你有没有想过，城市可以一夜之间变身？想象一下，熙熙攘攘的街道变成露天美术馆，历史建筑沐浴在五彩缤纷的灯光中，随着音乐脉动。这就是白昼之夜台北站，一个免费、通宵达旦的艺术盛会，邀请你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这座城市。灵感来自巴黎的白昼之夜，台北的版本已成为备受喜爱的年度传统。每年活动都围绕着一个独特的主题，汇集了本地和国际艺术家，他们将艺术、表演和科技融合在一起，创造出身临其境的体验。今年的主题特别令人兴奋，夜间动物派对，准备好以全新的视角体验城市，一个充满惊奇和野性的视角。你准备好看台北变身了吗？夜间动物派对，这个主题不仅仅是一个朗朗上口的词汇，这是一种邀请，让我们深入了解我们的原始本能，透过夜行动物的眼睛看城市。想象你自己是一只好奇的猫头鹰，一只偷偷摸摸的猫，或是一只顽皮的萤火虫，在夜幕的掩护下，你会如何体验城市景观？今年的主题鼓励我们探索城市隐藏的节奏。当太阳下山，夜间生物出来玩耍时，会发生什么？艺术家将利用光线、声音和动作，将这一概念变为现实。期待意想不到的邂逅、好玩的装置以及发人深省的表演，来歌颂夜晚的魔力。在夜晚，你觉得自己和哪种动物最有连结？你认为艺术家会如何诠释这个主题？白昼之夜，台北站并不仅限于博物馆或美术馆，它延伸到街头，将整个城市变成一个身临其境的艺术体验。准备好被照亮地标的惊人灯光装置所震撼，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被现场音乐表演所吸引。今年的活动将展出各种各样的艺术媒介，你会遇到从影像投影和互动雕塑到街头戏剧和歌舞表演等各种形式的艺术。每一件作品都旨在挑动你的感官，激发你的想象力。当你从一个景点漫步到另一个景点时，你会发现城市中隐藏的角落，并以全新的视角看待熟悉的地方。你最喜欢哪种类型的艺术？你最期待看到台北的哪些地方被改造？今年白昼之夜的核心是由台湾知名艺术家廖小子创作的迷人视觉设计。廖小子以其对光影的迷人运用而闻名，他将把台北的天际线变成一场惊心动魄的奇观。想象一下，鲜艳的色彩在建筑立面上跳动，创造出一种空灵的光辉，似乎随着城市的节奏而跳动。廖小子的作品经常探讨自然、科技和人类状况的主题。在白昼之夜，他从动物王国中汲取灵感，利用光线来模仿夜行动物的图案和动作。他的装置不仅将照亮城市，还将邀请我们反思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你以前体验过廖小子的作品吗？你认为他的灯光装置会 evoke 哪些情感？参与其中，适合所有人的互动乐趣。白昼之夜台北站不仅仅是一个观赏活动，这是一种邀请，让你成为艺术本身的一部分。今年，戴上动物主题的面具，拥抱夜间动物派对主题的趣味精神。你可以在活动期间的指定地点找到他们，或者在家里创造你自己的杰作。使用活动的官方主题标签，在社群媒体上分享你的白昼之夜体验。参加摄影比赛、寻宝游戏和互动装置，你参与的越多，你的夜晚就会越令人难忘。不要害怕释放你内心的夜猫子，你会戴什么样的面具参加白昼之夜？拥抱黑夜，2024年的新时间表。与往年不同，2024年的白昼之夜，台北站将从下午6点持续到早上6点。这一改变让你更深入地沉浸在夜间世界中，让你 fully embrace 夜间动物派对的主题，体验城市从白天到黑夜的过渡时刻的魔力，在星空的映衬下见证灯光装置的
全部 Splendor。 这个延长的时间范围也提供了实际的好处，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探索，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避开通常的人群，花时间欣赏每一件艺术品，品味节日的气氛，并探索整个城市中隐藏的宝藏。你对新的时间安排有什么看法？你喜欢白天还是晚上探索？城市导航、主要地点及其提供的活动。白昼之夜台北站横跨多个地区，每个地区都提供夜间动物派对的独特风味。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地标将成为壮观灯光秀和表演的背景，公园将变成拥有互动装置的魔法森林，博物馆和文化机构将开放到很晚，举办特别展览和活动。为了帮助你在城市丛林中导航，活动组织者将提供详细的地图和时间表。你也可以下载官方的白昼之夜应用程式，它提供即时更新、路线建议以及每件艺术品和表演的资讯。你最期待在白昼之夜期间探索台北的哪些地区？你喜欢自由漫步还是按照计划好的路线走？精心策划的冒险，为各种兴趣量身打造的路线，无论你是艺术爱好者、历史爱好者、美食家还是有小孩的家庭，白昼之夜台北站都能满足你的需求。活动组织者精心策划了特别的路线和活动，以满足不同的兴趣。沿着艺术爱好者之路探索前卫的当代艺术，踏上历史之旅，透过台北丰富历史的视角体验白昼之夜。对于家庭来说，儿童区提供互动游戏、工作坊和表演，旨在激发创造力和好奇心。美食家可以在快闪美食摊位品尝美食，并在参与活动的餐厅享用特别菜单。有这么多东西可以看、可以做，你一定会有一个难忘的夜晚。你最感兴趣的是哪种路线或活动？你打算和谁一起去体验白昼之夜？不要错过必看的活动和表演。整个城市有这么多活动，很难选择从哪里开始你的白昼之夜冒险。为了帮助你确定优先顺序，以下是一些必看的活动和表演。盛大的开幕式，在官方开幕式上以热闹的方式开始这个夜晚。开幕式上有现场音乐、舞蹈表演和壮观的灯光秀，廖小子的杰作。不要错过观看廖小子令人惊叹的灯光装置的机会，这将是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互动装置，在散布在城市各处的各种互动装置中，调动你的感官，释放你的创造力。现场音乐和表演，沉浸在充满活力的氛围中，欣赏从独立乐队到台湾传统音乐的现场音乐表演。这些只是在白昼之夜台北站等待你的众多精彩体验中的一小部分，请务必查看官方活动节目表，以获取完整的活动列表及其地点。你最期待哪些活动或表演？计划你的夜晚，常见问题和基本资讯。白昼之夜台北站是免费参加的吗？是的，白昼之夜台北站是一个免费向公众开放的活动。活动地点在哪里？白昼之夜台北站在整个城市的各个地点举行，请查看官方网站或应用程式以获取详细地图。有适合家庭参加的活动吗？当然有，儿童区提供各种专为儿童和家庭设计的活动。我应该带什么去参加活动？穿舒适的鞋子，带水保持水分，并考虑带一个行动电源为你的手机充电。别忘了带上你的相机，捕捉这神奇的时刻。对于计划我的夜晚，有什么建议吗？提前计划好你的路线，优先考虑你最感兴趣的活动，并提前到达以避开人群。白昼之夜，台北站是一个以新颖和令人兴奋的方式体验这个城市的难得机会。只要稍加计划，你一定会有一个难忘的夜晚。你还有其他关于白昼之夜台北站的问题吗？加入对话，分享你的兴奋和技巧。白昼之夜台北站即将到来，整个城市都充满了期待。你准备好释放你内心的夜猫子，体验这份魔力了吗？
我们想听听你的想法。你对今年的活动最期待的是什么？你对第一次参加白昼之夜的人或经验丰富的参加者有什么建议？在下面的评论中分享你的想法、问题和建议。让我们建立一个艺术爱好者和夜猫子的社群，让今年的白昼之夜台北站成为最令人